们这个系列是我们要先去泉州，然后再回来首尔看一天演唱会，再去大邱，然后釜山、济州，再回来首尔，维持一个月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 KTX， 然后我现在在等我的 KTS。韩国的火车也跟台湾一样，依照列车的速度分成不同种类的火车，分别是 KTX、KTX 山川、ITX 新春号跟无穷花号。那我们这次要从龙山站搭去泉州站的 KTX 呢，就是类似台湾的高铁，速度是最快的。但是相比高铁， KTX 的座位空间比较小，走道也比较窄，可以放行李箱的位置也不多，所以带大件行李的人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哦。另外，办完买票的话，还可能会买到跟行进方向相反的座位，这点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那最特别的一点，就是在韩国搭 KTX 的时候，进出月台是不用刷车票的。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对于这一点都非常的惊讶，但是可不要因为这样就不买车票哦。列车上面都有站务人员会查票的。我们到了泉州，位在韩国的全罗北道。那泉州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韩屋村，这边大概保留了730多间的韩屋。那又因为呢，在这边可以体验到韩国过去的传统以及休闲的生活步调，所以在2010年的时候，泉州还被评选为慢火城市呢。顺带一提，在这边连 KTX 站都是韩国传统建筑的模样哦。跟大家分享，这是泉州站，它长得特别的不一样。对，松居有。那泉州除了传统的韩屋村以外，也有好几个韩剧2521的拍摄点，所以身为2521爱好者的我，怎么可能错过这个踩点的好机会呢？我们现在呢，要去拿黑豆家，是不是？他说，是不是？他哪？的拿黑豆家。我们现在正在爬上这个坡，他家就在这上面。韩国就是要一直的爬坡。怎样？难怪白亦辰骑脚踏车骑那么累啊，就在山上。顺便带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样子，他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尿尿小童了，不见了。然后这边，他这里变成这个餐桌，不是那个椅子。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今天穿的是吊带裤，因为哪一楼都穿吊带裤啊。白亦辰的送报纸路，阿航。那时候是不是停在这里啊？停在这里，然后他就对停在边边那边，然后拿希多就说 packaging， 那说什么了我也忘记了。说，我妈要让我转学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妈让我转学，然后白亦辰就说 축하해。前往下一个地方，隧道隧道。我刚刚以为隧道在前面那边，结果一转过来，隧道在这边。好快啊！好，突然就到了。这个隧道就好多人哦。好白痴。这个是这一面墙吧，上面写那个高幼霖什么鬼的，他们刷墙壁的那个。我们
到了第三个点，超市。Mat 。里面有人呢，里面有人我就不敢拍了，我们就这样吧，远观远观。那现在要去2521的最后一个景点，我们现在要去漫画店，希望漫画店不要有人。刚刚那个有人真的是太尴尬了，好像是那个文具店，如果是文具店的话也太悲惨了。直接盖起来耶。没错，剧里面的是长这样，可是呢他现在是长这样。他盖起来了，太惨了吧，结果我们最后两个点都没有打卡到。这里有一个复古小区的感觉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电话亭。好啦，对面的店看起来是蛮酷的，这感觉很像想见你 feel。看不到漫画店，就来看看唱片行吧，那边超酷的。那我们就用盖起来的漫画店当作背景做结尾吧。好惨哦。那今天的2521就是这样的。那就这样，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